上一次我们简单介绍一下，渭北乃至于北铁墨迹的区别，和我们学习的时候首先其次再次的选择过程和选择重点。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想讲一讲第二节，讲一讲基础知识啊。第一个我想介绍一下工具。我们介绍的目的在于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啊。我们了解毛笔，了解它的性能，它的特长啊，我们了解纸的特点，我们重点是讲一讲它们怎么样相互配合才能出来更好的效果。我想学习书法，首先应该培养的啊是对立统一的一种辩证思维和探索的一种精神。我教了一辈子书法啊，现在也有学生，有的学生啊很用功很勤奋，但是进步比较慢。有的学生字写的不特别多，但进步却特别快。后来这个学生就问我，到底我是哪儿不如他啊？他后来看了杨守敬一句话，说天才第一，博览第二，勤奋第三。就是邝老师，是不是我天生就不是写字的材料，所以我比人家笨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！主要你没有建立一种意识，没有建立一种思维，你没有那种探索精神，每次只是一样画着葫芦，所以你进步就慢。我们这个书法最早是一种书斋文化，就文人啊写首诗，信手拈来啊，写写公文啊，乃至于抒发情感，所以我们把它工具叫文房四宝。文房啊，要现在主要就展览啊，要不就是比赛，它都不叫文房四宝了啊。过去是书斋文化。这毛笔呢，一共有三大类啊。这毛笔，首先必须是兽毛做的啊，有三大类。一类我们把它叫做硬毫啊，硬毫笔啊，现在用的最普遍的是两种，一种叫狼毫，这个狼毫呢是黄鼬，也叫黄鼠狼啊，身上那个毛，以尾巴那毛最好，而尾巴还不是南方尾巴，是北方黄鼠狼身上那个尾巴，而且夏天的不好，你秋冬季的尾巴上那毛最好啊，所以现在叫北尾狼毫。我去过戴月轩啊，因为我那边有个朋友，前店后厂啊，精致极了啊。这个当然啊，那个北尾狼毫一只价格不菲啊。再有一种叫紫毫啊，这个紫毫就山上野兔脊背上那个毛。有人说这个东西哪什么不能写字，当然了，你抓着一斤还能写字了，你低了头发还能写字了。说他这种工具啊，要求严格就在于他弹性特别好啊，而且耐磨耐用，能聚锋能出效果啊。这个唐代人就讲啊，就是书上洒尽山中兔啊，这个书生都写字，把山里兔子都宰光了，不是为了吃兔子肉，是为拔兔子毛啊。这是硬毫。再有一种呢叫做软毫，软毫现在以羊毫为主啊。这羊毫是南方的毫啊，北方的羊毛不行啊，绵羊毛肯定更不行了啊，经一圈一圈哪行，是南方的山羊毛是最好的。第一它如墨啊，就能洗墨洗的比较多，而且毛有弹性啊。这个第三种我们把它叫做尖毫，尖毫是一部分羊毛一部分狼毫或者紫毫。你比方现在卖七紫三羊啊，九紫一羊，你比方大白云等等啊，这个就这么三大类。当然现在有人呢突发奇想啊，换毫马的那个毛啊，甚至顾爷还拿竹鬃啊，马都往里掺啊，这个有时用的好
也能出一些奇特的效果。我们天津市就有一位老前辈叫龚望，龚作家，特别爱拿鸡毛写俪字啊，写的既飘洒啊，又能写出汉隶那种古朴的味道来，堪称一绝啊。就那么三大类，还有一些都自己创作的啊。你比方龚老就谁宰鸡就往上扒着自然伸那个鸡身扒毛去啊，他不是哪里毛都能用，一部分毛啊，那个位置好的毛他扒下来，就那么三大类啊。我们如果看这毛笔呢，还有长锋短锋之术啊。你比方这一支毛笔，这就是长锋笔啊，笔头长啊，要一样粗细啊，那么短就是短锋笔啊。另外呢，这个毛笔啊，我们要选择的时候啊，四个基本条件，叫剪齐圆剑，得有尖儿啊。这毛笔没有尖儿不行啊。后来人们写篆字少毫，把那个尖儿少去，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提倡的啊。这个得有尖儿啊，因为有尖儿才能写出锋芒。古人讲叫井破藏于锋芒，你这个字一点尖儿都没有，土乎乎的，给人感觉就特别沉闷，没种爽利劲儿啊。其次什么呢，就把这个捏扁了是齐的啊，捏扁是齐的。所以古人讲叫剪是锥，那个尖儿像锥子一样，齐是凿啊，捏齐了像凿子一样。为什么我们写字的时候叫万毫齐发啊，就是说我们在书写过程中每个毛都得使上劲儿。如果你狼牙钩啃啊，有短的有长的，往往这个线条出来就不够饱满啊。圆是什么，这笔头是圆的，有人说肯定是圆的，要扁的那是板刷，是吧。实际我们现在做毛笔粗制滥造，有的这个地方就不够圆啊。因为米芾讲过，这个毛用笔叫笔用八面呢。我们写字的时候，尤其写行草，哪面都有招直的那种可能。如果这毛笔不圆，改用那面的时候，那面使不上劲儿，那个笔道就失败，那个笔道就失利，那个笔道就会破坏整个字，乃至于通篇字的气势和效果啊。毛笔大约就是这样啊，用完以后啊，拿来都像我这样，把它拿温水泡开啊。写完字以后，笔洗净了，人为什么上面有个小边儿呢？就是为了挂起来，挂起来墨水往下注，往下注的毛笔就能延年，就能多用些年。你要这样空着，这毛笔那墨迹也就把这个笔头弄炸开了啊。因为这毛笔现在好毛笔也很昂贵的啊。另外这洋毫笔大家选择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啊，前面亮的地方叫笔影，笔影越长，这毛笔就越好，越好用，弹性就越好啊。要如果这个笔影是发黄头，那是老洋毛做的，弹性是好但是脆。要发青头，这个是那个小羊毛做的，小羊的那个毛做的，虽然这个能耐用，但是过于软啊，弹性不好。墨呢，我们就简单说，现在都用墨汁了，很少有人在研墨啊，写小楷呀、画工笔画还研墨，而写大字研墨，咱又顾不起疏通，自己研的，研墨的时间特别长，写一个字就写完了，肯定是不行。现在都用墨汁。墨有三大类，一类叫油眼墨啊，是烧桐油和菜籽油把眼聚敛起来，然后再加上骨胶，最好是鹿头骨，鹿的那骨头烧的胶，再加上香料，加上冰片啊，那千锤百炼的。墨有墨精，笔有笔屎，
我们在这里就不细讲了啊。然后倒出来的墨锭，当然这样的墨锭现在也很稀缺啊，好的也很少，叫油眼墨。这种墨的特点大家记住，就是既黑而且亮，有光泽啊。古人讲叫紫光者为上。再有一种呢叫松眼墨，有少木头把那眼聚敛起来啊，然后做的墨。这种墨黑是特别黑特别浓，但是呢没有亮光，所以就有人发明了把松眼跟油眼配合在一起，叫松油眼啊，那么三大类啊。这个现在我们用的墨汁也有好与坏的区别，练习的时候一得格呀，乃至于大瓶子那个墨汁都可以用。如果真正写点啊，写点作品呢，和我们准备留着的东西，还是买一点好墨汁也可以放一些年啊。再有这个纸呢，只有生宣收宣之分啊，做出来都是生宣啊，生宣完了经过搅翻的这种处理就变成收宣了啊。在过程中也有人说我喜欢用那个半生不收的纸，你比方主催宣这类东西。所以纸也是三大类啊。一类呢我们把它叫做生宣纸，就一点墨就散开了，这种纸你看点一个点啊，这墨自然就散开了。而且啊，这个纸呢我们墨过后层次分明啊，这样纸我们叫它生宣纸。收宣纸不渗墨不漫散，叫收宣纸啊。一般我们写小楷啊，我们画工笔画多用那种收宣纸啊。再有一种叫中性纸，就像中催宣这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啊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啊。这个砚呢就更简单了啊。砚中国有四大名砚，广东肇庆叫端砚啊，端砚里最好的坑仔砚、麻子坑和老坑。现在这些东西第一稀缺，第二工薪阶层就看看就得了，买是肯定买不起啊。再有一个歙县婺源那边有歙砚，再有甘肃韬河砚，再有就是山西成泥砚，叫四大名砚。实际有一块一般的砚啊，一块螺纹砚很便宜，只要能续墨，只要不伤毫就可以用啊。我们一般有时候就拿个碟子啊，倒了一点墨啊，然后兑点水就开始写字。这碟子有个不好，它没有盖儿啊。这个墨我们写完以后剩了一部分怎么办？千万不要再往回倒啊！你还又倒回瓶子里去，好像你特别会过一样啊，因小失大。这一点是保存了，那一瓶都臭了，都变质了啊。我们下面想简单说一说什么呢？这个笔墨纸砚的配合啊。你比方我们说毛笔，这个叫狼毫笔，硬毫啊，这个叫羊毫笔，柔毫。我三管一样带一支，这个叫尖毫笔。这个特点叫锐利劲健，弹性特别好。大家注意，辩证的想，辩证的讲，这个有好处，那都做狼毫笔就完了，把那俩废了就得了。他也有毛病啊，他的毛病是什么呢？他的毛病，弹性虽然好，用的不对，或者使转是用的不通畅，叫几波多擦啊，就刺出来了啊。那羊毫笔呢？羊毫笔特别柔软啊，而且洗墨特别多，这个好咱就都要羊毫笔也不行啊。羊毫笔用不好叫毒肉墨柱，写出来那个笔道也特别臃肿啊，所以最后效果就不好了。而且这样笔我们一
特别软，这个笔摁倒了，大家看啊，起不来，摁倒起不来啊。你当然了，我这笔好，可能还好一点。另外，我们有好多手法配合。你比方，我摁倒了，一抬笔，大家看这小动作了，我会带一下，把笔还得立起来，不立起来，下笔没法接着写了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所以啊、这个尖好笔呢，具备弹性好，也具备如墨多这个特点，所以现在。啊，一般人多用尖好笔啊。我们天士这书家，我那天笔会看了看，用纯阳好的人少之又少啊，基本上都是尖好笔。用那尖好笔优点太多，尖好笔也有它的弱点，还是失之于生硬啊。刘公权当年讲，笔头长，笔好软，则奇怪生言。我们写字有时候要的是那种意想不到的效果，这些东西啊，狼毫跟羊毫肯定都在计算之内。我想叫它出什么线条，它就要出什么线条；我没想到的，它出不来。唯独这个羊毫笔，啊，用到得意处，你没想到那个好，它愣出来了。所以各有各的特点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用狼毫笔，什么时候用羊毫笔，什么时候用尖毫笔呢？这有一个配合的问题啊。我刚才讲，你得建立一种探索的思想，你得琢磨这些个事儿。你不琢磨，人给管什么笔你就用什么笔，也不想一想我写的是什么，我这个纸到底是什么，这个载这个书写的这个载体到底是什么，随便拿一管笔就写。往往得不到那种好效果。一般来说啊，这个羊毫笔写大字、写篆字、写隶字，用羊毫笔用的比较多，比较得心应手啊。我们如果写草字啊，写行书字，一般人多喜欢用这种尖毫笔啊，因为它弹性比较好啊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如果啊在写字的过程中，这个纸薄，这个纸啊比较薄，那我们这个墨就叫它浓一点，我们用笔可以选择尖毫笔，也可以选择这个硬毫笔，也可以选择这个羊毫笔。这个纸特别厚，有一种纸叫夹宣，两层，这墨就必须得多挑一点水，因为它吸吮程度特别高啊。如果我们这个墨里啊，我们这个墨特别稠啊，那最后写出来那个字给人感觉就特别滞涩不通畅。类似的问题啊，大家回去自己去试验。为什么你不都讲了，讲不完？我们这纸到底有多少种，谁也说不清楚啊。我们说是三大类，光生宣，你比如有棉帘，有棉料单宣，有料半啊，有净皮，有特净皮，有夹宣，吸水程度都不一样，它质量也不一样啊，对吧？那个红星牌的安徽泾县产红星牌宣纸，它漫散度就大，写着就特别舒服啊。那个次宣纸啊，它就吸附性就弱，行笔就涩，所以大家回去必须得探讨这个问题啊。买纸啊，这个买几张，那个买几张，记好了名字，然后拿着毛笔挨个试啊。或者我搞一个展览，我想在天使美术馆搞个个人展，那你肯定得买好多种纸，因为不同的字体需要不同纸、不同笔的一种表现，这个思想得必须得建立啊。另外呢，我们还想啊说一说这个墨到底浓墨好还是淡墨好啊。有人喜欢把那字写的珠圆玉润，像春天三月一样啊，给人感觉啊绿柳拂面
那么舒服，也有人不喜欢把字写的叫做古老血浓，我就像一个苍老的老汉一样，满脸都是褶，我就要那种沧桑劲儿啊，像秋天一样啊，干裂秋风，我想要就是要这种效果，所以这个入墨就有浓淡的这种区别啊。你比方我们现在成名的人啊，你比方说欧阳宗师、欧阳老是吧？这个他那个字就追求珠圆玉润，吴玉如、吴老那个字就追求珠圆玉润，所以他那墨就比较淡啊。你比方耿仲阳、耿老，你比方现在咱中国书协副主席李铎，那个字就写特别苍老，入墨就应该浓一点啊，这里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，但有一点我想说明，你用笔也好，你用纸也好，用墨也好，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你总有个目的性嘛，对吧？我们书法是干什么的？我们书法是一种表现的艺术，艺术分成两大类，一类叫做再现的艺术，你比方摄影再现这个物质世界，虽然里边也有取舍，对吧？也有好多技能、技巧、艺术思想，但你是再现这个世界，啊，就再现里有表现成分，但以再现为主。还有一种艺术，我们把它叫做表现的艺术，你比方音乐，啊，你比方书法，这属于表现的艺术。表现什么？表现艺术家的一种情感，啊，一种性格。一种气质，一种对美的追求，对美的理想，你表现是这些东西。所以你用笔也好，你用墨也好，你用纸也好，加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是为了表现。你比方我们写四个字叫做众志成城，是淡墨是浓墨？那肯定是浓墨啊，用笔那也得凝重啊，古老血浓，给人感觉啊，那个力量在外边一块聚集啊。你比如我写碧云天，黄叶地，西风紧，北雁南归，晓来虽然霜林醉，点点离人泪，掌声盈盈惜别的时候，你也写那么大个字，大方笔，大浓墨，看完以后美的形式跟美的内容就脱节了。所以写字最后用笔用什么笔，用纸用什么纸，用墨用什么墨，你必须得总结出一套规律，得心应手。最后我们到底怎么用，还得看看你要写什么啊，你要写的那个内文学内容啊，疫情转化中中美的内容，用笔用墨表现它。另外还得看看你的当时的心情，你是什么心态下写的这些字。我想这些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，就不简单，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问题，应该是配合在一块儿，为了表现一个美的内容我们所采取的手段。如果有一个指节上出了问题，你在表现上就不充分，你出来这个效果就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下面我再想讲几句什么这个入境的问题啊。这个讲书法的人很少讲入境啊。实际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最忌讳的就是浮躁二字。史词里啊，我们从诗经开始，对吧，一直到清朝的诗里，有幽怨，有哀伤，有愤懑，没有浮躁，这才是文人。我们书法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个书法有豪放啊，有潇洒，有超脱，但我们这里没有霸汉，有了霸汉的字那就不是真正的好书法。怎么才能去掉这个浮躁？我觉得也是练出来的。首先我们应该在练字的时候就有一个潜入境的过程啊。
我有个学生跟我说，邝老师，我这个耳朵也不闲着，手也不闲着，眼也不闲着，我那边听通灵传，我这边看着字帖，这手底我就写这个拿毛笔，我就得龙飞凤舞。我说你把笔放下，你还研究研究通灵那对子母鸳鸯月啊，那么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我说你这样能练出字来，是吧？什么叫潜入境呢？潜入境，荒芜塔悟啊，一心一意的在那里写字啊。什么也不想了，就想这个字。这笔怎么入纸？这笔怎么行走？这个字什么类型的简洁？就管住潜入境，就只管住把精神管住在一件美好的事上，这就叫潜入境。我跟大家说，潜入境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的，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啊，天天遇到的事儿，甚至十事九事不如意，哪能没有点烦恼？一写字坐定了哈，那个倒霉事儿都想起来了。所以你那个写字的，你真正灌注的精神连50%也不到。这个潜入境做到，你比方对联，就盯着字帖，就看着笔尖。啊，我们回来讲用笔，我还要谈这个问题。为什么有人写那个字就胖就臃肿？你把真正的精气力你搁在什么地方，这跟你那个线条最后好不好有直接的关系啊。我们这个潜入境做到了，然后再练啊，真正达到一种入境的阶段和入境那种高度啊。佛家讲无耳鼻舌身意，忘却什么都没有啊！这个时候脑子里空空如也啊，笔在手里也不是笔了，就是自己啊。这个字能写好看，能写不好看不管了。祭侄文稿大家都知道啊，是颜真卿他侄子写了，刷刷点点写那个234个字，还研究这毛笔，我是逆风好还是中风好？这个时候才能出真正的好作品，啊！没有这个入境的过程，没有这种训练，这些东西就做不到，啊！我们在这里啊，就讲那么几点。最后，我想技术性的说明一个问题，我们把它叫三分笔法。啊，一支毛笔啊，这毛笔是不是这头都能用来写字？不是啊。有一画家说啊，说李苦禅先生曾经说过，能用笔根方为大家，那是画画，书法不行。所以我们一个笔头首先从中间分开，上面这一块我们是用来注墨的，注墨就皴墨的，这地儿不着纸啊。我们一笔能写几个字？我们一笔能写好多字啊，不是写一笔抹一笔，写一笔抹一笔啊，告诉笔，尤其是大笔写小字，有时候这一笔弄完写20个字，墨在这儿存着了。然后我们再把下边分成三分，这个叫一分，这个叫二分，这个叫三分笔。你要写字啊，你先得上来看一看啊，我这个字的线条粗细。用几分笔去表现它，心里也没个数啊。能到那就往下按，按要不粗了，要不不够粗，是吧？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要写王羲之、王献之这类的字啊，和我们写张王龙吧，有一分到一分半笔足矣。也说最多用到这个地方，写捺呀、写勾啊，摁的最深的地方在这里。啊，颜真卿用到三分笔，
你像黄庭坚，你像这个苏东坡，这些人有二分必足矣，做到心中有数。我们写字的时候啊，叫做前笔重力，所以前笔重力就是笔道比较细，但力度不能小啊。我们把它叫做前笔重力啊。还有一个术语就是提笔涉墨，记住学习书法啊，把握工具，一开始脑子里就应该有的这种意识啊。这个前笔重力提笔涉墨，这个也需要一个很长的艰苦的训练过程啊。这个好多人的毛笔一招纸啊，最后写出来这个字给人感觉叫呜呜，就这个笔道里信息量太少，就让人感觉这个笔画里的所饱含的内容太少啊。这就是前笔重力这个功夫不行。什么叫提笔涉墨？这毛笔拿起来，这墨在这儿含着，你得心里有数把它控制住。下面我再讲一讲啊，经常人们讲的叫执笔法啊。这个执笔法呀，近点看起来啊，好像是个太简单的事儿了，你是毛笔写字嘛。实际上这个东西啊，要按历史传承来说，到了隋代，智融不有个智融千字文吗？到了隋代的时候，这执笔法才真正的确定下来啊。也是经过多少年大家摸索，那么拿这管毛笔啊在写的时候才特别舒服啊。后来这个智融啊，他们就研究出来叫做五字拨凳法啊。这个拿一支毛笔啊，这叫叶，这叫压，咱不细说啊。这叫叶，这个叫压，这个叫勾，这个叫割，这个叫底。后来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实际上是两对力的对抗，一个是拇指跟食指，一个是中指跟名指，还有小指。因为这个人呢，这个哪个手指他最没有劲儿？上次我在大学里问，都说小拇指，不是，最没有劲儿的是无名指。为什么这个戴戒指戴无名指？这俩手指没有多少主动权，根本啊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两指力量匹配，这个勾这中指这劲儿可大，这名指没那么大劲儿怎么办？这小指抵呀，以二抵一。这个毛笔才能真正的在手里立起来，而且运转灵活。这个我们不多讲，我想讲的这个有那么两点啊。这个有人问苏东坡这个执笔法，说执笔无定法，这执笔没有一定的方法，要使虚而宽。实际他说无定法，这虚和宽就是法。什么叫虚？掌心一定要虚，这个掌心呢得空。这小拇哥和这一抵死，这腕子都转不动。大家不信可以试一试啊。指食是什么呢？几个手指实实在在的啊捏住这笔管。所以有人讲叫五指七力无不成者，说这五个手指都能使上劲儿抓这管毛笔，没有写不成字的啊。现在我看有人写字哪样写都有，就拿铅笔一样也在那写。大家注意不行在哪里啊，我们将来再讲点画的时候大家发现
尤其我们在转折的时候，你这样这个转折，这样一按下来就是侧锋，只有把笔搁在中间啊，往左往右往上往下都是等距离的，你这毛笔运转起来才真正能做到啊，时转自由啊，自如万灵之祸啊。另外我这里还想讲一点什么，五指七力是说了个十，可没让大家把这个笔抓得特别紧啊，也特别紧啊。有人还讲故事说，王仙指在那写字，王羲之后一滴漏没滴了走啊，说王羲之就说，此子必大成也，你看我儿子笔抓那么紧，将来肯定成功。我好多不知就理的老师也就没味儿了，孩子们写字儿，这个一抓弄一手墨，那一抓弄一手墨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啊，要实，但不要低死，不要紧，啊，这一紧，腕子也动不了了，手指也动不了了，那个字的灵动，那个字的轻巧，那字的坚实挺拔，肯定就出不来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谈两点，一个掌心空虚，第二五指七力，第三个要求是七力，不要求写得太紧啊。这个正符合啊这个苏东坡当年所说的。苏东坡说也不是在那里编故事，也是通过多少年的说话的时间得出来的一些结论啊。所以我们说好多东西啊，首先弄明白然后再去实践，如果没明白就实践，往往啊就是绕了很大的弯子，总不能达到最后的那个啊最得力的地方。这我们说执笔的问题，再有用腕的问题。执笔用腕呢，这在书法里特别关键。我们今天好像轻描淡写的一说，大家回去可以看一看鲍士臣的一肘双击啊，和康有为的广一肘双击啊，叫手纵之笔，手纵用腕啊。他把这个看得特别特别重要，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如果一上手就错，影响你一辈子在书法实践当中啊，会出很多问题。像我们说说这运腕，腕关节是书法里最主要的一个关节啊，所以古人讲叫做万灵之祸。有人家就光知道这个腕子必须得活动，这个手指都不许动，动一点我就拿戒尺棒你这个手指。过去史书先生很残酷的，实际上不对，上帝既给了我们腕，也给了我们指，凭什么不许他动啊？我们一般来说是大的这种使转用腕，小部分的调节用指啊。你要是只用指不用腕，那就大错，更是大错特错，因为指上的力量总是有限的，腕子的力量要比它大得多啊。如果只用指天天转这笔拐弯在那儿啊，最后那个字难免油滑，所以古人讲叫万灵之祸。我们现在啊这个方法一般有三种，一种叫枕腕，那你比方这个腕子吧贴着这个直了，贴着这个桌面了，这叫枕腕。有人说我没枕腕，我枕了个手，还叫枕腕。所以枕腕就是你这个地方和手乃至于纸接触了，这个就叫枕腕。一般写小楷可以啊，尤其写蝇头小楷那就更可以了啊。如果大一点字，我们建议不要枕腕，因为枕腕写字往往气力得不到通达，气力在运转当中有所阻碍，这样肯定啊，这样肯定气败力弱，那个字写不出那种特别强劲的那种气势来。再有一种呢，我们把它叫宣腕啊，这腕子不爱做了，这样写
等于这个控制，它的活动幅度自然就大了一块。另外气力阻隔从一个面变成一个点了，在气力传输过程当中，自然而然的就要比诊腕显得灵活，显得有力度。最好是什么？旋腕啊，旋肘，把这肘抬起来。当然了，这个赵孟俯就曾经讲：“下笔如有万仞之力，指就是旋肘。”但真正旋肘啊，如果字特别小，旋肘，那么绝对不是肘系之功啊，那得经过很长时间的锻炼啊，这个时候气力就通达了，对吧？你说字再大呢，就得用剑，对吧？你比如这一张桌子，我写一个字，连腰都得用上啊。所以这个运腕、用指、旋腕、旋肘这些东西，一个根据字体，一个根据字的大小。你比如写草字，你不旋起来，你写那个东西一气呵成的效果就办不到，你也需要去探索、去研究。